功夫巨星只有一个叫李小龙，李小龙腿的最快的，起来快，我出拳也是最快的，啊，说这李小龙的腿，秦慧敏的拳，李小龙也没有到擂台真正比赛过，反而我打了很多龙拳，但是我也看他打人比武，他武功比我厉害，这是真的，比我厉害。但是真的打起来谁好打了不知道，真的要打过才知。同事那么高，李小龙跟我一撩一摸，我还他还穿着高跟鞋啊，我还高他一点点啊。但是他力气很大，他也自己讲，我长得那么小，但是我要把我的力气跟比我高很多力气还比较强。李小龙想学到他是想变得那个武神一样的了。